主料：冬瓜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、葱、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锅里放油，葱蒜炝锅，倒入冬瓜，加入适量食盐和酱油，加入适量水煮开，煮上10分钟，大火收汤，盛盘。烹饪技巧：酱油有点重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